很多人会打雷射保养皮肤，但是术后没有好好照顾，不但效果大打折扣，还有了反黑的困扰。专家就建议，针对不同的肌肤问题，像是干斑、刺青，都得要选对雷射，对症下药，才可以达到精准的效果，降低副作用。不过呢，在怀孕期间的妇女，要施打前得要咨询医生的专业意见，比较安全。消灭深层痘疤没用麻药也 OK， 来自意大利的雷射新技术，让人爱美不用流眼泪，却连最难缠的刺青都能够除光光。能量密度高，可以在瞬间就把我们的黑色素的部分击毁。关键就是精准，比起一般雷射，皮秒雷射速度更快，黑色素被击成粉末状，代谢更好，也因为时间短，被皮肤的伤害更小。真皮层的地方，然后它的修护期非常的短，然后我们几乎到现在为止遇到反黑的几率非常的低。利用特殊透镜把最大能量打入真皮层，对抗大面积的干斑，缩小毛孔，还有彩色刺青，甚至工厂爆炸意外的伤痕，雷射前雷射后差很大。Reduce the total amount of energy so you can reduce the risk。 医师提醒，怀孕妇女或是脸上有感染性病灶的患者得先征询专业意见。医美雷射不仅比技术还走精品风，手工组装设备价格已经等同超跑，想在发展蓬勃的台湾医美市场掀起革命。记者夏启宇中台北采访报道。